我抖音唱。他们很期待我突然有一天唱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唱得很好的。怀秋一句话让张书豪愤而离席。在隔离期间的林俊杰与好友张书豪、张怀秋、张怀浩开直播互动，没想到书豪的一个建议却害到自己。我有你现在在隔离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一起做一个互动，张书豪你自己刚 cue 的，他们说唱歌，就每一个人来唱一句嘛。好了，我开始啊。Then it's to yourself and now I'm celebrating. My God, I can't believe I'm with you for so long. 好，换麦。等一下，因为那个我手机没电了，那个我直播可能要先下了。那个，要没电了，换。哎，你不是演员吗？你那段是演太不及格。那我就唱一下我的新歌好了。是我的错。没有幻想这一场噩梦，如果我是你，也会离开我。换怀就唱啊。最好是我们都忘了。最好是我们不记得。嘘寒温暖中藏着成熟的温柔。听了我多不舍，说好不要假泪哥，说好不要假啦，杀了我吧！我知道了，他那天在我们家示范了一段那个新的歌曲，那个就得张书豪到时候拍一个 vlog， 不行啦，我唱歌怎么可能拍？vlog 啊，我一破音就没有，就是直接就有人就会把那叉叉按下去，受不了，就是因为你要破音，大家才会想看，好不好？没有，他们很期待我突然有一天唱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唱很好的。播里面讲的太直接了，真的太直接了。没关系，好，暂时的就好，来吧。歌词这样，我想一下，一开始提个音吗？确定你要帮你提？不要！你帮我，你提词就好了。在某处的，等一下，在此刻，在某处的那个我，他很好，很好。每次当我迷惑在眼前的那些，提醒自己更善良。这一生只是暂时的记号。Yeah! 我降 key 啊，我自己降 key 啊。有。不然原地是什么？你知道我在你暗淡色调，想自己有对照，在此刻，在某处那个我，他很好。你唱到 Harry lag 他真的离开了，真的是吗？看吧，知道这里离开了，我真的有唱这么糟吗？我的朋友，爱永远在你左右，加油！耶！